这个问题是这样问的，说弟子父亲之前念佛，得病后非常害怕，他自己不念佛了，我们带他能念一会儿，有人让我念大悲咒，有人让我念佛，弟子也念了2个多月的大悲咒，弟子现在心里特别矛盾，我是应该念阿弥陀佛呢，还是念大悲咒？我的答案是念阿弥陀佛。